严萨格，主上仁德，不取你性命，随我回去请罪。你这个在背后暗箭伤人的小人，做梦！韩德让，住手！胡念，你让开！胡念，放他走，不然我死在你面前！胡念，你别乱来，杀了他，我们一起走！我不会跟你走的。 你还是快点离开我，我不可以离开我的家人。胡年，你是我的王妃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当初你救五谷里一命，所以我嫁给你。今日我救你一命，以命换一命，我不再欠。我们夫妻情分，从此了断。 放人！大姐，大姐，不要！爷爷，你真的要丢下爹爹和我们吗？放眼萨格走，我跟你们回去。胡年，你向来深明大义，倘若放眼萨格回去，大辽日后便不得安宁。新君既已登位。 应当有放过他，叔叔的胸怀。德让哥哥，既然眼萨格要离开，他对大辽便没有威胁，就放他走吧。哪里？ 开城门！你快走！你还不走？走啊！走啊！好，我走。胡年，你记住。 我走再远，也会回来找你。我们是拜过藤篱的夫妻，一生一世，你都是我的妻子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 去见主上领罪吧。